Hobby Game。大家好，我是 Hobby Game 的 MS。今个星期的玩具开箱呢，就是这盒 Good Smell 的黏土人系列1009号啊，又是来自80年代的动漫画 IQ 博士的主角侧卷小云猫儿版。不过呢，就今次包埋小吉似乎有不得不买的理由啊。我们都曾经开过黏土人的侧卷小云啦。相信大家都认识啊，侧卷小云就是侧卷千平所制造的机械人啊。佢嘅可爱样可以话系吸引咗唔少人嘅。今次嘅猫耳帽同埋猫尾啊，再加埋佢有呢个新利嘅表情啊，可以话大大提升咗佢嘅可爱度。今次除咗猫耳帽之外咧，仲有一个飞行帽啊，感觉都非常之特别噶。再摆埋经常喺佢身边。动作一致的小吉啦，像动画常见的情景啊再现啦。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啊 ，online shop 的特点啊就多一个小吉，咁样咧就可以更加齐人啦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一个特点的小吉咧个表情是有啲唔同噶。今日的介绍就到此为止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 Hobby Game， 订阅我哋嘅频道同埋 like 我哋嘅 Facebook， 又或者嚟我哋嘅网站睇下游乐资讯。下星期再见。